怎么怪怪的呢？感觉。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晚上好。谢谢送的灯牌，谢谢送的小心心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都吃饭没有？吃完饭没有？种玉米没几个钱，我们种玉米不是钱，不是为了换钱，我们种玉米，种玉米我们自己要吃嘛。然后等一下我弄一下这个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我们种玉米一般都是要拿来吃。等一下哈，我弄一下这个。我这刚刚我一个月工资都够买吃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自己种的跟外面买的都不一样的。去上班一个月买多少玉米？这不一样。我们的观念都不一样的嘛，主要是。晚上好。因为我涂了口红，然后又吃了东西，嘴巴上。你看，这上面是有口红，这是没有口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不化妆太丑了，我感觉我不化妆比你好看一点，我感觉。现在开播，现在还早的嘛，我都是提前开播。真好看，素颜有点卡，不卡吧应该。那些天天就化着淡浓妆，就化的那种很夸张的那种，他是不自信，所以就天天化个妆。其实虽然我不是很自信，但我觉得我素颜挺好看的，我就是没有眉毛。多吃饭没有啊？化浓妆不好看。对，漂亮，谢谢，谢谢送的小星星还有灯牌，谢谢。耳环好看，我都好久没戴了。我上次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你上次戴的那个耳环又翻出来戴了。阿伟呢？阿伟他们还在外面吃烧烤，因为昨天杀了宰了头小猪嘛，然后没吃完，然后他们今天拿手机的，因为连的 WiFi 嘛，然后怕卡得很。怕网卡了，我等他们一会儿吃差不多了，我叫他过来。为什么不去吃饭？谢谢甘心哥哥送的龙抬头。二妹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叔叔阿姨们晚上好，二妹都大了。
19了，11月份就20了。黄毛也来过你家吗？黄毛没有到我家来。黄毛，我们俩是在路上碰到的。然后他问我去哪儿，我说我去挖折耳根，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。小胖把黄毛赶走了，对，小胖把黄毛赶走了。谢谢送的鲜花，谢谢送的小星星。我都服了黄毛了，本来我一个人我要去山上挖点折耳根嘛，然后他骑了个那个电瓶车从那上面下来的，然后他就问我你去哪儿，我说我上去挖点折耳根，然后我还问他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，他说他们他舅舅家那个饲料店，然后说是在这边还有个店，然后他说他过来帮忙，谢谢送的墨镜，然后他说他过来帮忙就帮忙嘛，然后他一直不让我走，他一早上都跟着我，然后后面二伟哥他们到的时候他才走的。在家不安全，哎呀，这件事告诉你爸妈，等你爸爸出去。我爸爸有点，这两天有点不行啊，有点不好。谢谢送的灯牌。大声吼他也没有用啊，我已经吼过他，骂过他，说过他了，他都不听的。他要是听的话，他早就都没有纠缠我了。你难道摆不平他吗？我摆得平他的话，他要是有人能摆得平他的话，他现在都不会过来了，他今天早上就不会缠着我了。打一顿犯法呀，发脾气没有用啊，我都骂过他也没有用啊。他脸皮比较厚，感觉语气狠一点，你也赔点钱，这个我们这是要进派出所的。你就嫁给他吧，那你喊你女儿嫁给他嘛，我可以来给你当一下媒人。怎么这么黑啊？不黑吧，灯光的原因。你要果断，我这还不够果断吗？我直播的时候我从我外婆家骂到外面，就是城里骂到这儿，然后前几天才骂了，前天才骂了，骂了有用的话他都不会回来了。主要是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打人这些不行。先要放狠狠骂，狠狠骂不行啊，狠狠骂的话，笑着骂有啥用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笑着骂了呢？报派出所，他又没做什么，报了也没有用啊。就看着你笑着骂，
大哥，你骂一个人，然后他还好好的跟你说话，你能不笑吗？你能不被气笑吗？报警骚扰，你说他骚扰我吧，他又没有完全的很骚扰我。你说不他骚他不骚扰我吧，他又确实是在骚扰我，就有点打脑壳。他这个真的。阿妹。嗯。你不吃了吗？我不吃了。哎呀，吃了喝吧，在干嘛呢？我直播。啊？我直播。你在直播啊？嗯。你在直播。聊会儿吧，你坐这边吧。你聊吧，你聊。你聊一会儿吧。哎呀，我都吃饱了，喝了一点八加一。你不就两瓶吗？这个是你吗？那不是我。我拿给粉丝们看一下吧，你在直播的话，嗯，这挺乖的。嗯，你在直播啊？哦呦，我今天怎么这么黑啊？Hello， 是帅哥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对了，二妹。嗯。刚才小胖说我那个我车没气了，就你们知道有没有修理厂呀？没气了。嗯，我前面两个胎都没气了。怎么会没气呢？你不是停到那边去的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没气了。你们知道有没有修理厂呀？没有。没有修理厂。最近的也要一个小时。这个就有点麻烦了，那。怎么会没气呢？我不知道，说没气了。刚才小胖去看了，黄毛弄的，不可能吧，家人们？黄毛他不应该他不应该知道呀，我们都停到那么远去了。不可能是黄毛弄的，家人们。直播间3000多人，马上4000人，家人们分享一下粉丝群啊！阿伟在二妹家这边玩啊，然后这个现在有二妹的号跟直播，给大家聊一下。那个你们可以分享到阿伟的粉丝群啊，对，通知一下家人们，阿伟在这里很安全。然后刚刚昨天二妹家弄了一只哦，不是，弄了一条猪给我们吃。一条猪吗？嗯，然后昨天也烧烤，今天也烧烤。昨天到的时候比较晚了，然后没有给大家直播，然后这边也。他们有些亲戚朋友也都在，不方便直播啊。黄毛弄的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是黄毛弄的。不可能吧？我感觉。黄毛他怎么可能吃多了没事干去弄我的车干嘛？对不对？而且他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是往山那边走了的呀。他走了，我们才走的。但是我车停在下面，太没气了。真的是。不会是真的黄毛弄的吧？不知道呀。这个人真的有时候，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，知道吧，家人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看一下二妹小的时候照片吧，挺乖的。想不想看？就是那时候几岁啊？应该六七岁吧。六七岁都没有。嗯。二妹，你们想不想看二妹六七岁的时候的照片啊？没有六七岁。嗯，四五岁嘛。差不多。二妹四五岁的时候的照片，想不想看？想看的话打两个字“想看”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吧？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就他干的。应该不是啊，家人们，应该不是，咱们不要误会别人啊，误会别人，对，咱们不要误会别人。想看什么？想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到没？我刚刚在他家看到他这个小的时候的照片，感觉挺可爱的，挺可爱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二妹啊，二妹小的时候。这眼睛是挺大的，
哟，这样子，等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二妹小的时候的照片，看到没有？眼睛是大大的，比较可爱啊。感谢点赞，谢谢，好可爱，嗯，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，六岁都没有，那一看五岁都没有，嗯，三岁嘛，那两岁，一岁的时候，不止一岁了嘛，这都会走路了，肯定四岁多呀，四岁多吧，差不多，比较可爱的，这个时候是比较可爱乖巧的，看到没有，家长们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可不可爱？你们说可爱打两个字，可爱，好吧？真的可爱哦。眼睛是大的，眼睛现在也大啊。但是女大十八变啊，长大了就变了，就变得不像小的时候一样了。直播间3300人，马上4000人，咱们打一波上人，然后分享一下阿伟的粉丝群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我这头发离不起，站不起来了，我也变得憔悴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你亲一下，让你亲一下。那我亲一下什么？亲一下照片啊？啊。哦，那我算了，亲一下嘛。算了。我亲一下。算了，不，我以后还要看呢。你亲了我以后还怎么看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亲了你也可以看呀。哟。嗯，这样呗。哟。有这样的吗？看到没有啊？嗨。你是不是二妹？挺可爱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的，女大十八变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感谢收了礼物，谢谢。二妹。嗯。我还是觉得，你还是如果说家里走得开的话，是。给我去外面上班吧，我给你找一份比较好一点的工作，就是到时候我给你安排一份工作，不然你看你在家里面那个黄毛老师来骚扰你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嗯，主要是店里面的活还没干完。店里面的活还没干完。嗯，这活不干也不行吗？哎呀，我们这边地都要种点的，不种的话它会塌下来，要不你就种点树。嗯，担心外婆啊。主要是你在家里面这黄毛这老是来打扰你，你看他知道我来你家了，他又跑到这儿来，你看今天。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，就很烦人啊，这样子。感谢点赞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如果跟着我去外面上班的话，就是在我公司上班这种，就不用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，不然这样子下去也麻烦呀。这个黄毛一天没完没了的，很讨厌的一个人，真的。嗯，哎，他今天没有动你什么吗？没有。就拉了你的手是吧？他老是，他说他要送你到山上去，我在这跟是吧？嗯。然后我说我不去，他就一直跟着我。他就一直跟着你。对，他走一段给我拦一下，走一段给我拦一下。这些事情，如果你爸知道的话，肯定会收拾他的。
能让你爸知道，知道吧？家人们帮什么急，这个也没有这个必要啊，因为他又，你说他又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拦一下二妹那种，你说抱什么急，这个也说不过去啊。哎，这麻烦。小胖，哎，你把我包拿过来一下。好好好。你们说该怎么办，家人们？你们说带二妹到外面去上班，还是让她在家里？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天天陪在她身边。如果我回去了，她在家里面的话，我在家里的话，我回去了，她在一个人在家里的话，到时候我怕那个黄毛又这样那样的来打扰她那种。对不对？你照过来一点吧，靠近一点，不要怕，来吧。为什么不是你照过来一点呢？鸡腿在这里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去上班，你们也希望他去上班是吧？对了，刚才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有我那个车雷天没有漆，这个是不是一位黄毛？家人们，你们没有看到黄毛弄我的车吧？我在想，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没有漆啊，这雷胎。会不会是真的是他弄的？你们希望带二妹去外面上班是吧？家人们，主要是这个刚才二妹也说了她的情况，确实她家里面现在你爸身体不太好是吧？对。然后你妈工作也比较忙，也有没有时间种那个玉米是吧？所以都是基本上平时都是你在种是吧？这样子就麻烦了，这样子。看到了是吧？你们看到是黄毛弄的吗？你们真的看清楚了吗？如果你们看清楚了的，扣个一，我要收拾一下他才行了。他还弄我的车的话，你们亲自看到黄毛弄我的车了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刚才小胖看了说是我车前面的两个胎都没气了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不可，这个人真的太气人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真的是很气人。如果真的是他弄的话，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他弄我车不收他的话，接下来会越来越过分。他们都说是黄毛，他们说我们还拍了视频。他还拍了个视频啊？这山上哪来的监控呀，家人们？来打一波正能量，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。对，打一波正能量来。这山上也没有监控的，家人们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？这个人，哎，黄毛作品里面有，不可能吧？他不可能，他把那气放了，他还自己拍个视频吧？我
知道车上有那个样录音器，但是在我在山上哪里去查这些嘛，家人们。他拍视频发的抖音。都说是广播弄的。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呢。如果真的是他弄的话，我要问一下他，我要问一下他怎么回事儿。我放下。对。你不是让我往后靠一下吗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不用，不用。感谢点赞，谢谢家人们，咱们分享一下粉丝群啊、哦！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，没有给二妹点关注的给二妹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二妹漂亮是吧？别说。那小胖搜一下。烦死了，真的。他们都说是黄毛搞的。什么情况？我没注意。嗯。怎么了？就我们。刚才你去看我车的时候，两个前面两个胎都没气是吧？好像是有点，跟以前不一样啊。就气少了一些。嗯。都是吧。我去看一下。你。啊。我先去看一下。现在再看着一点啊、哦，嗯嗯，因为车那个那一集都没有监控，你看着一点，盯着一点，如果那个有人来那个啥的话，就叫我啊、哦。行行行，我去盯着。真的是没完没了的，哪有这样子的嘛？我在二妹这边，家人们，我不想发脾气，也不想生气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个人有点过分，他没事放我车的气干嘛嘛？真的，他连过来了，连过来了，我问一下他。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家人们，赞赞点一下。对，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。